主料：猪肝300克，青蒜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醋、糖、泡辣椒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猪肝先用水浸泡2小时以上，然后切片，用淀粉和泡辣椒码位备用，青蒜也切片备用。锅中放油，油热后先放入码位的猪肝，然后放入青蒜片，翻炒均匀后放盐、鸡精、醋、糖调味，再翻炒片刻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猪肝要先用水浸泡，这样才能去除毒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